帅啊！果然人还是要靠打扮的。可叹小白什么时候变成了纨绔子弟？什么叫穿白衣服就成纨绔子弟了？我可记得秦公子可是比小白大1岁，这穿的也是更讲究啊。你懂什么？本公子这是貌比潘安，年轻俊美，自然要穿的讲究些。臭美，你还是学学人小白吧，又帅又谦逊。 我们快出发吧！好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苏家新法副课本，只卖10两银子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哎，大哥，您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只要10两银子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写的挺这么回事儿，真的假的呀？回去好好研究研究。看一看，不要错过啊！慢走啊，各位。苏家新法副课本。 只卖10两银子，苏。这新法从何而来？客官，要吗？能告诉一下这新法的来路吗？客官要是不想买，还请别处看看，别挡着我做生意啊！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苏家新法只卖10两银子。 其实这新法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客官要是想要，啊，我这多的是啊。谁知道你这新法是真是假？要我也能写一本出来。这位公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这可是从石先生手里贩来的。石先生？对啊。 保证是真的。你见过石先生吗？这石先生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谁也没见过。不过这新法，他保证是真的。你这新法我全买了，谢谢客官，谢谢客官。苏家新法10两银子一本，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。苏家新法，拿好啊。哎，谢谢客官。苏家新法，哎，梁公子看一看苏家新法，10两银子一本，超级划算的，看一看。 瞧一瞧，你这新法从何而来？从石先生那里买来的。你这些我全要了。哎，公子，你真是豪气啊！最近要不是手头紧，我才不会卖这些东西呢。此话怎讲？我听说，就是因为这个新法在江湖上流传开来了，那苏家的掌门人竟然引咎自杀了。 这个门派就算是没了。来，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个石先生肯定和魔教有什么关系，雁过留痕，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嗯。二位可是萧公子、秦公子？正是。风姑娘和冷姑娘也刚到店里。 这不，叫小的来接二位。哎，等等，冷姑娘是冷凝姑娘，风姑娘是风采采姑娘。正是。风大侠风千位之女风采采，人如其名，风采超群，武功超强又知书达理，可谓和少庄主身份门当户对，堪称精品。门当户对。 冷大侠冷饮之女冷凝，若将风姑娘比作精品，那么冷姑娘可就堪称神品。看来这冷姑娘在秦公子心里可真是分量不轻的。在下先行告辞，一会儿咱们课堂见，快带我进去，走。好，这边请。 衣服不错嘛，嗯，怎么要见冷姑娘紧张啦？来了。哪一个是冷姑娘？其中最貌美、最出众的那个呀。 久仰冷姑娘大名，幸会幸会。嗯，我不是冷姑娘。好久不见，冷姑娘。春花姑娘，这位才是冷年姑娘，这位是风采采姑娘。哦，冷姑娘。 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穿着男装？我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女子为何不能穿男装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冷姑娘穿男装更显得英姿飒爽，比秦公子穿的好看多了。我男装不好看吗？嗯。 当然，我秦兄这一路有人作陪，怕是一点儿也不累。我倒是累了，不如回房休息吧。哦，大家路途劳顿，还是先用餐吧。嗯。大家请用。公子，你我二人许久未见，采采这次前来，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是我亲手缝制的一件长衫。公子的衣服大多素淡，以后要担当大任，还是着些重色长衫为好，以示沉稳。风姑娘有心了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衣服的尺寸还是按照去年做的。我精心准备的衣服，小白穿着才好看。你这个算什么？ 谢过风姑娘，这件衣服华贵，我必当妥善收纳。哎，冷姑娘一身帅气的男装，我好生羡慕啊。所以风姑娘，不如把衣服给我吧，我来试试啊。这是萧公子的尺寸，春花姑娘要是喜欢的话，采采再做一套送你便是了。好啊，那就多谢采采姑娘了。那这个衣服就放在我这保管吧，以后小白的衣服啊，都由我来保管。 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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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吧。小白，多吃点肉啊！春花姑娘，谢谢，我还是自己来。此次行来，我与春花姑娘交谈甚欢。 姑娘真是伶俐，不如与我一起去秦府坐坐如何？秦府与凤鸣山庄不同，姑娘若是喜欢，久居也可。秦府历来莺啼燕语，姹紫芳菲，春花姑娘小心晃了眼睛。我倒觉得，凤鸣山庄重湖叠山。 云树烟霞，总好过那些瑰丽俗艳。采采，你说呢？这里不是秦府，秦公子应该看仔细些。好你个秦刘凤，利用我刺激心上人吃醋，哼，看谁利用谁。能够得到秦公子的青睐，这是我春花的福分。 不过这件事情吧，还是得问问小白，毕竟我现在可是凤鸣山庄的贵客嘛。啊，那萧兄意下如何呀？秦兄，你不要为难我了。萧兄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带春花姑娘去我府上做客，怎么就是为难了？哎呀，我这么可怜，公子当然是舍不得了。再说了，秦公子身边这么多姑娘相伴，我还是留下来陪小白好了。毕竟我的命也是小白救的，岂能有大恩不报，说走就走的道理呀？是吧，小白？ 春花姑娘好一副利嘴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死了？鹤星主进入千月洞之后，再没放出信号。也罢，本来这次就是和上官秋月礼尚往来一下，警告他少打我传奇谷的主意。 你们还是全力以赴寻找长生果。那医圣死后，长生果一直杳无音信。继续找，遍地撒网的找，有妨碍者，杀。是。尊主，医圣怎么会变得如此弱不禁风？属下知错，是属下给了风千卫做人偶的药水。起来吧。 一枚长生果，就让白道的那些人乱成一团，做得好。只是这傅楼也不是贪婪之辈，为何这次会对长生果死盯着不放呢？听闻傅楼所为，都是因为他的夫人。 这么有意思。姑娘何事？这有一件事情吧，想要拜托你一下。姑娘，请讲。 事成之后呢，还有赏银。正好，小的有一间客房，刚好符合姑娘您的要求，不然小的带您去瞧瞧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哥哥整天为你提心吊胆，当然得如影随形。可这怪不得店小二带我来这里，他是你的人啊。那客栈里的其他人呢？杀了。杀了。 滥杀无辜，不好。哥哥怕你住的不舒服，所以特地把这间房收拾了一下。你看这间房又宽敞又大，多适合你。我怎么？难道你收买店小二，不是为了住的舒服一点？我是想跟小白住一间房。 你自作多情什么？看来妹妹另有所图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就是想跟小白住一间，却被你调到这里来了。哎，哥哥呀哥哥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可是我苦心孤诣想出来的计策。哎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找遍了整个凤鸣山庄，我都没有找到心法。 我就在想，这心法到底在哪儿呢？会不会在小白身上？于是乎，我就想趁此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偷出来。那是哥哥错了。不，哥哥当然没有。我知道哥哥对我好，只是我这绞尽脑汁。 这好不容易想出的办法，还被哥哥给搅没了，你说真是？那哥哥再宽限你几日？龙掌门。 冯掌门，久等了。冯掌门，可曾替老夫问候盟主？不知他身体是否好转？啊，盟主虽然说抱病在床，但仍事事亲力亲为，主持大局。老夫本来满心盼着。 封掌门能带来些长生果的消息，在下看封掌门的状态，怕是要失望了。冷掌门说得轻巧，这个小丫头一口咬定她就是失忆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凭老夫的观察，怕是问不出一些有用的消息。哎，倒不如你我二人速速行动，另查长生果的线索，以免让他人抢占了先机呀。 封掌门所言有理。床前明月光啊，确实，今晚的月色很美。这一世，萧公子和春花姑娘真是好雅兴啊。 公子，你可还记得我们儿时一起练武到三更？记得。当时的月亮和今天一样亮。这风姑娘果然是习武之人啊！这大晚上还声如洪钟呢，让人根本睡不着觉。打扰春花姑娘休息了，失礼，失礼。春花姑娘。 你要是累了，就早点歇息吧。春花姑娘，对不起。好罪恶呀！不过我喜欢。可恶的上官秋月。小春花怎么如此不小心呀？ 哥哥怎么回来了？不回来怎么知道？小春花还真的准备使用美人计啊！ 你怎么就那么若无其事？每次你都随随便便出现，刚才还偷看我洗澡。妹妹又不是别人，哥哥也不是偷看。再说了，妹妹从小跟哥哥一起长大，你身上什么地方哥哥没看过？小白不解风情，哥哥胡搅蛮缠，这个系统也太疯狂了。 春花姑娘，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我刚在我房间看到一只好大的老鼠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啊，明天诗会要早起，姑娘早些歇息吧。小春花。 记住，你是妖女，不是仙女。哥哥上次说过，不准用美人计，丢人现眼。你，你这次来，肯定也是为了明天的诗会吧？我跟你说，他们白道人多势众，你讨不到便宜的。妹妹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 天气这么好，副谷主是想去参加诗会吗？少在这装糊涂！想必诸位对各家仙法被盗之事都有听闻，我等应该更加警觉，维护武林正道。今日的诗会便以“论正道”为题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 好，秦公子，你不觉得这首诗有点耳熟吗？好像是李清照做的诗啊。初次听闻，并不觉得。而且，李清照是谁啊？秦流风这样的才子会不知道李清照？难不成系统就是这么设定的？这就好办了。 今年诗会状元肯定是我。上官秋月，你别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。来呀！堂堂传奇谷谷主，怎么沦落的和白道人一样软弱了？ 现在有3位星主，埋伏在离我只有2丈远的地方。几十名乐仆也正蓄势待发，上官洞主的袖子里还藏有3味毒药。只要我出现杀意，便会立即出手。你单打独斗就能纵横武林，还需要这么多人来对付我吗？ 还不是想试试副谷主有多怕死。哼，上官洞主说笑了，人生在世，谁不想长命不死？风姑娘这首诗，真是豪情壮志，那在下也就献丑了。好，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好，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好一个视死如归啊！少庄主当真是大侠风范，好诗好诗，好。我来赋诗一首，姑娘请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不是文天祥的《过伶仃洋》吗？系统还真是偷懒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这冷姑娘还真是冷薄绝情啊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谈子与妻？少盟主虽然是大侠风范，可对身边的人，真是冷淡啊！冷淡？我又不是萧家的人，冷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听说你昨天还给萧家的灵位上了香啊！你看人冷姑娘一身正气，再看看你，跟个野鹤一样。 一点都不般配，春花姑娘，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就不要嘲笑我了。正如姑娘所言，舍身取义，则为正道。所言甚是，舍身取义，方为正道。萧公子和风姑娘站到一起，可真是一对璧人啊！才貌双全，连衣饰和神采都如此般配。 家世也门当户对。去他的正道，去他的舍生取义，去他的江湖规矩。春花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还以为诗会有多烂嘛，不也就这样，贼没意思。江湖规矩年年如此。江湖这么大，规矩这么多，怎么快恩仇？说得好，不如我们就破了诗会这个规矩。正所谓，不破不立。 秦公子有何高见？不如上台说与大家听听。哼，我居北海，君南海。寄雁传书谢不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。江湖夜雨10年灯。公子这首诗与我们今日的论题有什么关联？这江湖正道就如这诗中之景，聚时有意，散时有情。古人云：“情深意重。”若情不深，如何意重呢？秦公子说的甚好。副谷主首任仙师囚禁师母。 遁入魔教，还煽动我千月洞叛乱。你一路做到传奇谷谷主的位置，靠的不是苟活，而是亡命。哼，眼下我只想求到长生，再趟亡命。副谷主现在身强体壮，等到80岁再吃长生果，效果更佳，何苦急于一时呢？怕是这长生果不是给自己用的吧？ 人嘛，一旦有了牵挂，做事难免慌乱。想不到副谷主是个有情之人。上官秋月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！